哟，如此惊艳戏剧一幕居然还真就发生了。羽球弹跳到李阳身上，却被他下意识的回抽到对方球场。对方选手反应不及，最后出杀断网，但另一名选手想向裁判要说好要公道，却遭到无视的时候，哪怕李阳也主动承认，这几乎又被无法察觉到第十五，但裁判却认为判罚一下继续无视他们的诉求。最后还是李阳足够大度，让王启林主动发球失误，给德国总和让回这一分。来到了超级750的赛场上，台湾金牌男双李阳王启林愈发神勇，上来就8-2的春天开局。嗯，漂亮。中国台北组合是一上来就打得很凶，而且应接不暇，对盘杀就杀得好。嗯，连续两拍啊，德国选手打得非常凶，也是在发球发上直接是提速抢劫，不仅在首轮拿下了新科世锦赛冠军。嗯，漂亮。嗯，漂亮。赛会的五号种子，在16-8的对决中，面对欧洲竞争德国组合兰斯伯斯，攻防转换，哪怕对手止血成功，又被他们推一波进攻，比赛似乎出现了一面倒的情况。漂亮，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前半场这种快速平抽前挡的这种能力非常出色。李阳组合也彻底放开手脚，给现场观众秀起了他们攻防两端几乎是压倒性的实力优势。嗯，漂亮，进攻机会。哎呦，漂亮，并靠着强力攻势一直维持住领先优势。提速，继续进攻，漂亮。对手越打越逼近，攻防转换，球落界外。漂亮，到后场，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神奇的一幕。本来就打得有些气馁的德国组合，内心的憋屈直接都写在脸上。还是台湾金牌组合大会，不仅帮裁判纠错，礼貌性给对手还回了这争议的一分。嗯，这一球也是啊，两位中国台北选手回了一球。嗯，防得非常好。去，嗯，但依然霸气，以21-14，7分之差收下首局胜利。好，球出边线，分来到4-3，破场，漂亮，反超。进入第二局，德国组合总算找回一点信心，也打得相当强势。破场，嗯。甚至还曾取得2分领先。不过，李阳王启林也开始收起了攻击。好的，可以啊。嗯，漂亮啊！这中前半场那种平抽快挡。保持比赛专注度。嗯，中非常啊，容易出现在赛场上的这种。在往前，在中前半场的这种平抽快挡，
非常精彩啊。小鸭，一番你追我赶的精彩厮杀后，漂亮，王子怡在后场的连续两板精彩的扣杀。双方以11-10进入技术暂停。嗯，漂亮，要有来有回的。相比于第一局，两位台中国台北选手呢是处于焦灼。还有，休息回来后，林阳通过持续得分重新掌控局势。特别是比赛的中后段，更是一波疯狂得分小高潮，5-0。漂亮！漂亮！你看后场王杰林先进行一个扣杀，前场李阳进行封网。漂亮，没有问题。在连得几分之后啊，两位中国台北选手是越打越顺。直接又抢得整整7个赛末的优势，虽然被对手化解2个，但林阳没有让比赛有过多的纠缠。随着王麒麟这前3板的压制，对手瞬间就深陷被动，最后更直接回击挂网失误，让台湾精彩得分，轻松收下最后胜利。漂亮，非常精彩最后一球。你看到一上来啊，王麒麟就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下压，连续三板都是非常干脆的扣杀。那这样最后一分21-15。